糟了，我一点都没有打扮，这七夕节就这么给你们直播吗？啊，这没有，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因为直播的话会让人看到，也不好意思。晚上好呀，在外面吃饭的地方，对。没回来呢，因为聊了会儿天，然后就怕回去的时候赶不上那个跨年，除夕跨年，啊不，七夕跨年，所以就在这直接，所以就直接在这播了。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带遮瑕，也没有带口红。嗯。好丑啊呀。好 OK 哦。太素了。这么快就孤寡了，有啥好孤寡的？我觉得没啥好孤寡的，我都二十几年都是这样过这个节日的，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周几吗？我喉咙好痛啊，我最近是不是因为火锅吃太多了，然后不行，火锅吃太多了，我最近要，对，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让吃个啥呀？降降火吧。嗯。到时候我到时候可以，我打过。七夕和我一起过七夕。你是没有关注我们队的其他人吗？你是不是你就没有关注我们队其他人吗？啊？你不知道我在跟谁一起吃饭吗？是肿了。老重了。之前他颠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屁硬的飞起来了。现在不让我们换衣服。现在他颠我的时候，他发现我自己发现我颠不起来了。不是，谢谢。赶紧颠。你拿点瓜子。啊，谢谢。顺便瓜子。谢谢。谢谢猫蛋心的玫瑰花，谢谢。然后就还不让我们换衣服。但是我们都编好，嗯哼，没上班的人太无聊了，所以我就闹着被对我在海底捞被扣了。哎，我的腿好，昨天不是去跳舞了嘛，然后去跳了个舞，这个不没事，这个不太好用。对对对，这是需要来一个吗？手机支架，不用，因为带了手机壳，它卡不进去，我用过很多次。啊，需要我帮你调小一点吗？啊，可以，谢谢。她是我表姐，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吗？Hello， 晚上好。我真是太素颜了，太素了，太素了，怎么会素成这样？早点跟我说，我都编个发了。但他可能，我都编好了。太远房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对。太远房了，他可能都不认识我。我连夜在水里。哗！哗哗！你想连夜？哗哗哗哗哗！知道了。你们在干嘛呀？这个点，有人现在在跟对象在一起了吗？如果插掉的话，有人吗？把你们做好我们插掉的准备。就哦，对哦，有
有对象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跟来看我直播、啊、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的衣服怎么回事嘞，是长裤。你对象怎么会同你对象怎么会同意你这个时间点跟我直播看我直播，我不想被掐，我把衣服上次上片被掐我吧。哎，那你们很惊，那你们跟对你们对象，你们跟你们对象之间也太没有吸引力了吧。你们互相也太没有吸引力了吧。有对象了还看我直播，反正我前排时候跟姐姐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举报我的直播？嗑瓜子。我对象说今天要给我发520，然后象对我说滚。明天要上班了，明天就可以见到你们了，明天就可以见到你们了，明天是我当 top 公演的第一天，明天的我头一定要用鼻孔看人。到时候我要用鼻孔看人。这个时候我就要然后我看着外面就是土的完全动不了的那种脱流的那种。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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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猖狂，不要太猖狂。Top 都是低调的哈、啊、，Top 是很低调的人，会换站位吗？不换。那么在直播狂猖狂就行了。然后就到地铁站里面发现，在外面猖狂会被揍的。打车需要40分钟。对，我只想在我的直播猖狂，因为在我的直播间里其他人都是配角，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其他人都是配角，我是主角，主角怎么说都是对的，对吧？而且那个谢云哥的玫瑰花，我得换3次，而且我还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换。对，这是我看我手机，谢谢无尘剑商的喜鹊闲枝。哎，鼻孔不是爱心都不好意思抬起来。晚上好。哇，这个你看，这个特效会呈现多久啊？然后我就看着我那个电量，看我手机电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就非常惊恐。对，我怕我做反。七夕节的晚上，哦不，七夕节的前一天，一起快乐嗑瓜子。看直播呀！对对对，我就是没有带充电宝，然后我就非常的难顶。谢谢贾家那个香水。去年的七夕节。然后我就哇哦，加钱。七夕快乐！20块钱能打回去的车。谢谢阿贝送给我的七夕快乐。和专车，我这辈子没有坐过那么好的车。然后。哦。我记得我其实还挺，司机给我打电话说那边太远了不能去啦。谢谢海神的一个飞鸽传情，我就求求你了。哇，七夕快乐，求求你了。其实说句实话，嗯，我还挺记得每年的七夕我都在干嘛的。我还挺记得每年的七夕都在干嘛。我有一年的七夕节发烧了，然后那会儿那个我跟狐狸芝住在一起，然后狐狸芝那天好像是有事儿不在，然后我就在睡觉，我睡到一半突然想起来我还没直播呢，然后那天发烧了嘛，我起来直播，
换了一套古装，穿着一套古装直播。然后那天我收到了我入团以来最多的礼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因为太深刻，所以我记到了现在。送我礼物的人都不是孤寡的人。那天可能是入团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礼物，然后就记得了。然后去年的七夕呢，又因为太惨了，所以就记得去年的七夕在外滩大哭特哭。你当时给我送七夕快乐吗？嗯，因为在路上哭得太惨了，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还以为不是，可能他们俩长得就是他们都愿意。今年的七夕，谢谢你这样，应该在直播在公园里度过吧。谢谢八千八八的一个真实感情，谢谢法治的一个。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明天没有吧？嗯，不知道，没有，不知道。我知道了，主要是都长得有点，没有，有点像。如果今年有七夕公演的话，我现在不在训练吗？我现在不在排练吗？我会在这儿嗑瓜子吗？谢谢，主要感谢。好像是有，别的没有了，别的没啥了。哎，我的瓜子霸王掉了。七夕快乐呀！还没到哦，到了，十二点了。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那的雪。七夕节可以看，要不对象也可以看。七夕节有啥好快乐的呀？二十几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不习惯吗？你们还没有习惯吗？节目展名星空耳机，欢迎同窗一次。我喉咙好痛啊。哇，谢谢素颖的七夕快乐！好久不见嘞，好久不见嘞。明天你们都来看公演吗？不是，吃火锅吃的。我猜是我最近吃火锅或熬夜吃的。还好最近没有什么特殊公演要唱歌。如果最近要唱歌，我就没办法这样子跟你们直播了。不要仗着你有对象，你就可以给我送一只小青蛙。你就送我小青蛙，不如送我一个牛蛙，这样我还能吃吃他们的美腿。逆四大存率，逆四大存率，别说了，我晓得。安数逆四，逆四。我怎么笑成？天哪！我的对面是那个哥哥在直播，他一直当着我的面说他是一头大蠢驴，我都不知道。我要读弹幕。我没有文化，他死没有文化呀。倒流至尊，你在吃火锅吗？没有，在吃火，在吃那个瓜子。弹幕的，你们八十多个。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清晰的知道他本来就是呢？安四大笨猪，听到了吗？他现在又不是大蠢驴了，他现在是大笨猪。送哪个？送牛蛙不如送哪个？哦，谢谢钢铁侠的七夕快乐。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
Thank you very much。哦，有趣。你对象知道你送了我七夕快乐吗？你对象知道吗？你有没有开很大声？他能不能听到？哇哦！哎呦，你们一般送对象礼物都是送什么呀？晚上好呀。实用型，实用型哈。实用型哈。杯子就不用了吧。杯子，杯子是小学的时候送的吧？不是，不是我嘲笑你，只是说，那不是小学之前送的吗？像我老公知道我手工的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是以前很多年前送杯子是一辈子的心，一辈子的意思。那这么土的含义不是以前中小学生才会送的吗？以前送杯子的意思就是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嘛，然后但是这种含义不是只有中小学生才会信吗？这倒是跟钱没什么关系。手表啊，你以前见过变色马色杯，然后马克杯山上热水对方的照片会出来，这好像也是初中生的把戏吧。手机这些礼貌都是上学的人。对啊，哇，谢谢千代，哇，这是一个新的 ID 送给我的礼物哎。 Thank you。 我回来了，叫死我，像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儿，压根儿我就没对象。如果以后有了，今天的消费都是命高你买单，今天的消费我命高，那也是30岁以后了。好惨哦，30岁以后才能有对象。谢谢你，好惨哦。30岁的初恋甜吗？就是谈了一个初恋就可以直接结婚的那种，哇，好甜啊！哎呦，好梦幻哦。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卖手机壳的一个男的，在朋友圈发了一套那个口红，我也不知道那个口红什么牌子，看起来很高级，像一个权杖一样的那个口红，买了24支，一个礼盒，然后他发在朋友圈，他说不知道送这个东西我女朋友会不会高兴。我在下面评论，折合成人民币我说如果我是你女朋友，折合成人民币会更高兴。小爱，我们去吃，然后他就回我一句大意了。
真的、啊、这么贵啊？主要是他送的口红颜色可能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就是用不上的，用不上的就浪费钱了。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那个牌子吧，但是看起来很高级，24支。好了，是我，是我，是我不配。我评论说折合成人民币会更好，他评论我一句大意了。真有钱。好，那我先下了，回去再给你们直播吧。回去我可以涂个口红。嗯，要一边走还是一边？拜拜，待会见。可能15分钟就到了，拜拜。